走，有事点，都得走。快点，快点，走，快走，快点。哎，这还挺热闹的，跳贩子打架经常的事儿。哦，你们医院普外科怎么走？前面直走就到了。哦。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哟，霹雳娇娃，哎，你的？咱们院百里挑一来的实习生。嗨，我还以为是你那个搞艺术的女朋友。我说，我非把她带来给你们瞧瞧不可。哎，好啊。李瑞，你过来帮帮你和老杨。连个孕妇都看不了，还让骂臭流氓窝不窝囊啊？跟秦老虎比起来，谁都是窝囊废。你有朋友给我滚出去！我不是说你啊，李瑞，你刚过来，我都被骂一锅粥了。怀疑职场肿瘤，带个女学生过来。马上过来。李瑞，你们这什么医院？李主任，你别过来！大姐，你别激动，那些女大夫呢？她们都是产科的，这事儿不归她们管。你看，你谁呀？我也是这个医院的医生。哎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？啊？好。来，大姐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呢，就是你孩子的屋子，看见了吗？这块呢，就是过道。这个地方啊。就是门，这个套间呢归产科管，但是他们刚刚给你查了，你跟孩子啊都很正常，但是这个血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这个过道出了问题，但是这个过道呢它不归产科管，归外科，所以让外科给你查呀，不是故意欺负你。好吧，无所谓了，只要孩子没事儿，我要去看我老公。哎，孩子是没事儿，但是你有事儿。哎，孩子没事儿，我一高兴什么事儿都没了。你是不知道啊，我跟我老公结婚都12年了，自打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孩子，再生不了，我公公婆婆年年春节都逼我老公不要我的。但是你要是有事儿的话，孩子也会有事儿。啊？什么？总之啊，我得给你查一下这个过道。啊，不就是痔疮吗？是，但是痔疮会流血啊，平时没什么事儿，但是你肚子越大，它流的血就会越多，这血是多珍贵的东西啊，你孩子能不需要它吗？那，哎，你不也是这医院大夫吗？那你赶紧给我检查呀。我虽然是个医生，但是我也不是什么专家呀，你是孕妇，我得给你找最好的看呀。那怎么办呀？这样，我呢让他给你查，他就是我们外科最好的医生。他不也是个男的吗？但是当着我的面他不敢胡来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是我男朋友啊。啊？